为了向乡内的长辈表达敬老之意，伊伫乡长楼梯旁前往拜访乡内六位百岁的人士，祝福因健康长寿。伊伫乡公所也结合伊伫乡农会立外滩文武庙，陆续伫各村举办敬老活动，发放敬老礼金甲礼品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敬老活动缩小规模，无举办敬老餐，改做包顿去食。希望大家做伙做好防疫。今年溪堤乡有六位百岁人士，溪堤乡长刘启鹏特别前往关心，并且发送5000块的敬老金，祝福因身体健康一百二。一百块一回吼，少年的又去的啦。哈哈哈！十年住的，十年住吼。今年吼，咱溪堤乡真特别吼，还有几贵下咱的百岁的人类的长辈吼，咱看到人类的长辈吼，啊，甲着少年的心同款吼。伊完了伫认真拍拼伫做事咯，伫咱阿龙殿面顶吼，也搁伫做工课吼，这个精神吼，经值得咱大家来做学习吼。啊，另外嘛，要祝咱的这个阿长辈吼，会当身体健康，大家拢当食百二哦。以往溪堤乡举办中央敬老活动，拢会巡回各村来举办敬老餐会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冲击，改变方式来办理。每一年咱拢巡回13村吼，来发放着咱的啊馆长的这个祝福礼金，甲着乡公所的祝福礼金。今年完同款哦，馆付1000块，伊乡公所1000块吼。啊，另外咱以往吼拢邀请着咱的长辈吼留来食饭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留来食饭吼。但是呢，咱就从这个费用呢来买一个礼品，甲一个餐盒吼，和咱的长辈吼啊提登去村里吼来享用安尼。虽然今年溪堤乡的中央敬老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缩小规模，不过溪堤乡公所结合溪堤乡农会日月潭文武庙发送礼金礼品，予长辈真甘心。做本来嘛足好个，啊，但关心只个百姓安尼，啊，但你看我们这个经济，今天非常高兴，公所借由这个99重阳节的活动吼，予咱。即个时代有一个较无同的感受，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关系，啊变做无啊多台做伙用餐，啊公所这边代表会这边嘛做用心准备着咱一挂餐盒甲一份的礼品，予即个时代，啊伫遮祝各位时代在99重阳节快乐。每年溪堤乡的长辈拢会收到各单位的礼金礼品，未因为疫情的关系来拍折，同款予大家感受到关心甲心意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